大家好，我是多米多，今天我要来做一个实验，这个实验足以掀起这个料理界的革命。就是常常听到有人说用爱做的料理最好吃，最重要的是心意什么的，所以我就想要来实际验证到底爱能不能让料理变好吃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就是这里有两颗一样的蛋，就是我给这一颗蛋满满的爱，另一个就是什么都不做，之后两个都做成炒蛋，看那个哪一个比较好吃。我好爱你，我真的好爱你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颗蛋，那个蛋就是你。那么我已经给了这个蛋足够的爱，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蛋还有这个普通的蛋来做成炒蛋，看哪个比较好吃了。那么我已经把它做好了，这个是普通的炒蛋，这个是我的前女友。那我们现在吃这个炒蛋有什么味道？就是炒蛋的味道。那我们来吃这个有爱的蛋。吃起来根本就一样。